这才是真正的魔法世界。兄弟们，大家看过哈利波特噻，当然也知道什么是魔法吧？那今天我就带领我的两个好兄弟一起来用魔法闯荡一下元气世界。好了，咱们三兄弟也聚集了哈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穿的衣服也是一样的，带的武器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有一个魔法手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魔法手套那个武器呢？有的请扣一，没有的请扣二。雕哥我呢，在这里先扣一个一哈。不过有了这个武器之后啊，一个人是发挥不出它的完美感觉。因此，今天我们三兄弟聚集到一起，就是让它发挥出它的完美特效。来吧，立正，稍息，兄弟们站好了没有？站好了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咱们先让这个圣诞水填一下什么叫做魔法手套的威力。兄弟们，把你们的一技能、二技能、三技能全部开起来吧！哇，那感觉真的是透析良心飞扬啊！此时此刻我们觉得用透析良心飞扬不合适，应该用我们的新九霄一把火，熊熊火火，燃烧了那个棍圣诞树人喽！圣诞树人别跑，别撞墙，你棍往哪里逃？过来，让我一发入魂，打掉你棍落往你水，别怪要留。紧接着就是那个棍雪人王了，今天他棍要在我们面前跳一跳来了。我们接下来用那个魔法手套放出的火焰，让他棍点一下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。你棍那个冰能战胜我们的火吗？我们可是有三个熊熊燃烧的火，烧的你棍真的是招都招不住哦。啥吧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太快了呀。兄弟们搞快点搞快点，接下来是魔法对魔法了，我们三个的魔法手套能否战胜那个大巫师法杖呢？来吧，迫不及待，我们直接开启魔法对抗魔法的感觉吧。兄弟们别着急，慢慢来，先群殴他。这玩意儿放出的魔法手杖还是有点凶残哈，所以说我们得注意一点，把那个魔法手杖给抢过来，用我们手中的魔法手套的魔法打在他，真的是喊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灵，天灵灵地灵灵，哎呀就是那种感觉，完胜了，太惨了。好了，兄弟们搞快点，刚才我们用魔法战胜了魔法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用魔法去战胜未来的科技哦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棍维 C 技巧了，大家还是要注意点哈，这玩意儿啊，说强也不强，说不强它还是有那么一丢丢强。因此在打斗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尽量用魔法去灼烧它，把那个机甲给破坏掉之后，嘿嘿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扫荡的时刻了，小心那个激光不要被扫到，不然有挂的风险。所以说接下来咱们直接刮红了斩，秒掉它。你有病。兄弟们紧跟其后，还有一个 boss 需要我们去战胜。哎，有一个圣骑士雕像，来来来，我们一个来一个圣骑士的雕像。我们出去打 boss 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哈，快点快点，集合了集合了，直接开战。今天我们就用魔法把这个幽灵王老妖怪给打得落花流水，屁滚要流的哈。说句实在话，每次遇到那个幽灵王的时候，要是第一次秒不了他的话，第二次我就有可能被他给秒掉。所以说兄弟们稳住稳住，随时随刻发现他的踪迹，然后用我们的魔法灼烧他。那个棍老妖怪是最怕我们手里的魔法的，来吧，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，直接把那棍给秒了。就是那种感觉，透析良心飞扬。Nice。